首自创曲好像是妈妈填的词，对不对？有，没错。是不是我们琼雅所填的词，对不对？对，琼雅这厉害啦！哦，你哥这个好短呢，真的是为了厉害，你的手好厉害哦。对，真的是未来新时代。当然呢，我们年纪这么小呢，需要大家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对，是的，来，那然后这首歌真好听，大家用心甲听看麦啊。自创歌曲是，哦，有够高级的啦。对，非常的好听。International 的哦，很多语言哦，你若要学台语、国语、韩语，哦，还有什么语言？哦，都可以来学这首歌，非常的好听，又走国际路线的，而且又蛮适合他的。对，这首歌就是《早安你好》，掌声欢迎慧琳带来演出。金钩子的一首歌吼，带也当给他最大的鼓励。用心来听，看卖啊，这首好听歌曲。
非常好听的歌曲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慧玲，这是我们未来新时代的超级巨星。我感觉他是前途无量。咱家己在地一定爱支持的啦。是，我觉得这首歌会红，朗朗上口的是是那。